睡得好香啊，明明，睡得好吗？嗯，明明，明明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潜望镜终于做好了。哇，好棒啊！海莉，你先来试试看。真的吗？好清楚啊！还可以调节高度，好方便啊！小娟真厉害，过奖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，马林？明明好像生病了。什么？明明生病了，我们得送他去医院看看，你们能帮帮忙吗？当然了，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。来了，明明他沉到海底去了。什么？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，我们得快点找到他，不然明明会出事的。别担心，马林，我们一定会帮助明明的。波利，我们用潜望镜吧，有了潜望镜应该可以找到明明的准确位置了。好的，那你回去取潜望镜过来吧。嗯，大家在海莉回来之前做好救援准备。好的。好了，洛伊。我回来了，海莉。找到了，它靠在海底下面的岩石上。好的，你确定一下准确的位置。好的。明明。可以了，布里。罗伊，降下救生箱。好的。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。好了。明明好像不想进救生箱。什么？他可能是在害怕，明明要是不肯进去该怎么办？明明，别害怕，我们是想帮助你啊。是啊，明明，快进去吧，相信我们。明明，快进来吧。明明，求你了。明明，明明，快进去吧。进去了，明明进去了。明明，好，那我行动了。马林，我们会把明明安全地送到医院去的。太谢谢你们了，洛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别担心，
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是海莉，她来做什么？海莉，你好，雷迪。你干嘛呢，海莉？小娟说想吃鱼，我正准备钓鱼呢。你会钓鱼吗？当然，像这样抛出鱼竿，然后等着就行了。是吗？那我要不要送条鱼给阿姨呢？大鱼来喽！天哪，雷迪，太感动了。我想阿姨肯定会很高兴的吧。雷迪，你过来一下。好的。海莉，你钓鱼吧，再见。哦，好的。上钩，上钩。这是什么？全部都是海草啊。海莉不是很自信吗？看来钓鱼水平一般嘛。这跟我的水平没关系，我钓鱼时连个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那人家彼得先生怎么能在那里钓到那么多的鱼呢？海莉，你是不是没用鱼饵啊？鱼饵？那是什么？鱼饵就是引诱鱼上钩的食物。对，我好像也曾经听说过钓鱼要用鱼饵。原来这样。什么嘛，海莉，你对钓鱼是一窍不通，还说什么去抓鱼？我还以为要有鱼竿就可以了。什么？海莉真有你的。那用什么做鱼饵比较好呢？哪来的蚯蚓？这不是一般的蚯蚓，这是我钓鱼的诱饵。你要拿这个当诱饵吗？当然了，我问过彼得先生了，他说没有比用蚯蚓做诱饵更合适的了。这么说，我这回可以满怀期待了。当然了，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回报。你是说只要用这个就能抓到鱼，对吧？没错，来，我数到三，你就抛下去。好，1、2、3。雷迪，好像动了。就是现在，起来，雷迪。好像钓到了一个很大的东西。哇！天哪，真的赚了很多！你很棒，雷迪。谢谢您，看到百乐阿姨笑了，我心情也好了。这是我送给您的特别礼物。哇，你赚了好多鱼啊！雷迪，我可以和朋友们分享这些鱼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阿姨，您能分给我一些鱼吗？当然。啊，真的？海莉，你不会是想告诉小娟是你抓的鱼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不要告诉小娟哦。嘘，这个嘛，我可不会撒谎。我们也不会。不是撒谎，是秘密，所以求你们了，朋友们。雷迪，一会儿你能把这个大箱子装进马林的货仓吗？放心吧，把琪琪的货物装完，我就给你装。谢谢，辛苦你了。对了，马林，听说你这次要出趟远门。天气不好，所以我有点担心。是啊，这天气可不要变得更坏了。海上的天气原本就变幻无常。好了，琪琪，谢谢了。现在该给马林装载货物了。装好了，马林。谢谢你，雷迪。那我出发了，下次再见。再见，马林。成功了，现在正式进入探险模式。什么声音？哎，憋死我了！谁在那里啊？马林哥哥，是我，陆迪。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要环海旅行，就偷偷跟着哥哥来了，能和你一起去吗？这可不行，我的甲板没有那么安全。拜托，就带上我一起去吧，我穿着救生衣呢。那也不行，我们必须马上回去。扶好了。哥哥，求你了。
怎么突然下雨了呢？马林没事吧？马林前往的那个方向应该没事，只有我们小镇这边下雨。哦，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军，是我，马林。马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遇到点问题，正返回港口呢，但是风浪太大了，现在不能回来，天气十分恶劣，马林，你很难靠岸的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陆地现在在我的甲板上呢。说什么？风浪越来越大了，靠我自己恐怕很难回去了。马林，不要担心，我们马上出动去救你。嗯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快到了！小心，洛迪！哥哥，洛迪，救救我！能行吗？没问题，我来寻找马林，你们跟着我就行。好，大家出发。嗯，抓住马林！波利，马林，杜迪呢？海浪盖过来，把他卷到西边去了。什么？罗伊、安巴，我和海莉去找陆迪，你们在这里帮助马林。知道了。哎呀！救命啊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呢。怎么办？得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。哦，对了，遇到危险时可以吹哨子。凯莉，情况怎么样？雾太大，看不清楚。稍等，这声音是？是哨子的声音。我沿着声音的方向去找找。帮帮我！找到了，波利，跟我来。波利，凯莉哥哥。海莉，快点儿！现在安全了，洛迪，得救了。好了，波利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港口吧。不过马林哥哥呢？马林没事。哦，那太好了。请在开头帮我写上“致亲爱的挚友瑞普提”。然后呢？上次事情都是我不好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还得告诉他你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不是故意扔下你不管的，我真的是忘了。不过我一想到你的伤心难过就自责不已，这样写行吗？好，好，太喜欢了。啊，在后院里挑了一颗最漂亮的花，种在花盆里了，他会喜欢的。太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。总之，这次真心希望你能和瑞普提和好如初。嗯，我也希望如此。那我走喽。再见，麦克斯。瑞普提，吓我一跳！你在等麦克斯吗？我为什么要等他？他即使来了，我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。是吗？瑞普提，看哪，麦克斯又来了。哪儿呢？真的呀。我赶紧去仓库待着，你可不能告诉麦克斯我在哪儿啊！记住了。真是。你好，特里。你好，瑞普提可能在仓库呢。谢谢你，特里。那我就慢慢开始我的工作吧。朋友们，帮个忙。好的。瑞普提，你在里面吗？找到了。瑞普提，我不想理你。哼！
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老找我？真烦人。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嗯，不好。你怎么说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瑞普提，拜托。小心，要小心。不用担心，这么点东西。糟糕，得赶紧叫百乐阿姨过来。看吧，都让你小心点了。就是你有个奇怪的毛病，那就是不听别人劝告。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。对不起。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拜托，别生气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我就发火了。拜托，瑞普提，都说了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以后去救麦克斯。好的。快点。海莉，这儿。快点。麦克斯。麦克斯，现在可以放心了。得救了。我们准备好了，好，大家出发吧。到现在也没联系我，他们该着急坏了吧？这些猫的鬼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郭子提，郭子提，郭子提，海莉！哦，怎么回事？昨晚邮件回去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小乔不见了。现在过河太危险了，去附近山中小屋躲避一下，等暴风刮过后再来吧。郭思提，怎么回事？我再也走不动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进去，这样下去会被大风卷走的。可是。我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快没电了。郭子提，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个应急充电器来。你等着我，郭子提，我去去就来。嘿，海莉，海莉，拜托赶紧回个信儿啊！小军，还是没有海莉的消息吗？没有 ，Polly， 还是没有联系上她。风势变得越来越强了，小娟，看来我得出去找一下海莉。自己去太危险，我跟你去。朋友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他把无线电关掉了，你们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说去找他。我认为再等等吧。是海莉，在布鲁姆斯森林里。海莉，你在那干什么？出大事了，小娟！出什么事了？
沃斯提现在一点电量也没了，被困在山中小屋了。我正在寻找有应急充电器的避难所，但是风力太大，实在无法找。海莉，信号中断了。海莉和波斯提的处境都很危险，现在马上去救援。是，小娟。小娟，找到海莉所处的位置了吗？虽然信号不明显，但肯定是海莉。我把位置传送给你。好的。好，离这里不远。小娟，大家回答我，再怎么喊都没用。海莉。Polly。海莉，你稍等，我马上下去。嗯，太好了，得救了，波利来了。你没事吧？嗯，除了不能起飞之外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。但是，两个人能一起上去吗？当然能，相信我。嗯，我们得赶快上去，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。抓紧我。好的。上去了。嗯。能行吗？莫莉，没事的。嗯，别担心，重新试一次。快上去了。莫莉，海莉，你还好吧？别担心我，你也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再用点力气，再试一次。加，波利，再加把劲儿。你们都没事吧？罗伊，得救了。